哦，在这里，我从这里开始。每小节踩一次脚，注意了，就是爬音，不要慢下来，甚至要越来越重一点，因为推高潮不是结束啊，渐强啊，渐强，后面是高潮，渐强啊，速度也不要快，也不要慢，就还是保差不多啊，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后面这里就激动了，这里的音量跟前面是不一样的啊，我们一定要控制音量，控制我们音量，我们往往前面也弹得很重，到后来什么，哎，没有力气了，呵呵，做不起来了，就像唱歌一样的，对吧？我们唱歌如果有100%的力气，力在声音音响，我们就是最高潮，我们也真的唱到80%，为什么呢？你万一唱砸了呢？你估计你觉得自己行了，我绝对能唱上去那个音啊，可是到了时候什么，你定调也要稍微保留余地，你的音响音量不要太使劲的唱，也要保留余地，万一唱砸了怎么办？在舞台上，所以你最最最最重也只能80%，不要说前面了，前面低潮部分50%、50%啊，甚至于40%，到了高潮60%，前面是30%、40%，小高潮、低潮里面的小高潮50%的音量，明白吗？但是我们这个前奏可以重一点，前奏是重的。啊，这里音量就轻了啊。好，这里稍微比 A2 比 A1 重一点点。啊，稍微重一点点啊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好不好？下次讲高潮。